之心勋，诵此七鬼神名字，温鬼永断，不过门户，自尽自换家，鬼见皆走，一生永不染天行。若能专心劝人书写受持读诵此经，消殃却害；若能不能诵，得竹筒圣安门户上，瘟鬼不敢过门，亦得延年益寿，大吉祥也。阿难插手白佛言：当何名此经？云何奉持？佛言：此经名为雀瘟神咒。佛说如是，天龙鬼神一切大众闻咒欢喜，作礼奉行。好，这部经典翻译的非常的白话，那各位呢看了就懂。当然所谓的瘟疫有各种各种，最出名的欧洲黑死病啊，包括猪瘟，包括各种的流感，反正这些都跟这七个鬼有关系啊。甚至已经这上面讲了，有七鬼神常毒毒气害万姓，就各种的人如果得毒了，头痛寒热，然后呢身体就像痛啊。所以如果你能够念这七个名字，这些毒就不会害人啊，因为这是佛陀的加持力，然后这些鬼王听到佛的力量，所以他就会马上离开。但是站在大乘佛教不是离开，我们还希望他们直接去极乐世界发菩提心呢、等等等等。那后面就教我们什么方法。然后呢倒数第六行，若有人得病一天两天三天乃至七天已经发热，那各位要加水。等一下我们现场应该有，今天有送矿泉水吗？我们就念，然后各位今天把这个神水带回家好不好。那你不是说我一个人喝啊，你就一人一滴每个人都会喝啊啊，各种各种，反正跟这些外力有关系的啊，所以都可以喝。然后当然要念七遍。所以那这些病毒五瘟就代表五种，所以我们中国有五福大帝，他讲的是五瘟神啊，然后就五种各种的病，然后也可以消除消灭。乃至你把这本经写了七个名字，然后等一下各位会绑了五色线，每一个绑的时候人家念出他的名，绑一个念出他的名字啊，绑在门上戴在身上都可以，乃至把整部经就整部放在那边。我们今天就给各位整部经，现在很方便了啊，因为现在印刷很容易。所以后面怎么修呢？要达到这个结果，若能勤诵此经，那各位只要这次武汉肺炎没有过去，麻烦各位每天念一遍好不好啊，一遍很容易啊，念七遍念二十一遍、就是看你的发心啊。专心受持八关斋戒啊，如果你发心为了这一次的问题连续一直守八关斋戒啊，然后这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啊，而且不吃肉，还有不吃五辛啊，所以这段时间纯粹吃素，念这个七鬼神名字，瘟鬼永断，不过门户。就算你到灾区，你到了病患家里，你到了医院，所以平常各位如果你去医院，最好念一遍，因为医院里什么都有啊。我发觉去医院不得不去，去了以后身上就会惹一些生病的人，本来没事，然后进医院里面就有事了。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，我几个大陆的居士他说是病不去也不行，去了又染回来，他们现在很痛苦啊。然后今天也宣布了上海的客运都断了啊，所以大都市就很紧张了，然后整个湖北省的边境的道路全部封掉，甚至挖壕沟啊就不让他们过境。那当然这是一个保护作用，那也没办法。但是如果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用网络很快的这几年一直传到大陆，透过微信，希望他们这个又短了，大家赶快念，只要有信心而且按照这个方法去做非常容易啊。所以如果你
身上带这个咒，乃至又诵戒这几天吃素，然后不管你到了灾区有传染病，然后呢，这些鬼神看到你就会离开，而且不会染上这种病，就对了。反过来，若能专心劝人书写，所以各位这几天就把这张印泥拿在路边发好吗？现在最流行发什么？发这个，你就给他一张纸或者折好的，告诉他怎么做。因为戴口罩，你看他戴口罩就发给他这个好了，因为他至少相信。所以专心劝人书写，那我们在医疗很方便去做诵词，读诵词经，消殃却害，不是光肺炎呐、所以若人不能诵，这个人不会念，古时候是用竹子嘛，竹子那个装在里面，那现在各位有塑胶袋啊，就很容易安在门户上，那瘟鬼不敢过门，自己也可以延年益寿，大吉祥也啊。所以平常也要延年益寿，大吉祥，多这样做。所以佛陀就讲了这部经，那后面就讲解了消灭瘟疫传染病方便。第一个准备材料，各位有无色线一条；第二个长方形黄纸一张，然后呢上面写或印的雀瘟黄神咒，那我们整部经都印了。修法仪轨，然后我们就要念雀瘟黄神咒21遍，21遍。那念完21遍以后，把这个五色线加持了，就绑7个结，只是在绑结的时候绑一个结念一个鬼神的名字啊，所以然后戴在身上或挂在上面啊，然后呢当然祈愿，第三祈请诸佛菩萨加持，一切瘟鬼神永不进入你的身体乃至家里，即使已经得病也能很快康复，各位赶快送到医院好吗？你到医院门口不注意就给它挂在那边，挂在可以挂的，这医院外面的树也没关系啦，尽量吧，因为这个时候人家都可以理解的啊，所以我们在大陆就拜托他们多做一些，因为这个很简单，将五色咒线挂在动物的身上，鸡舍身上，特别我们怕这些鸡瘟啊、猪瘟啊，也是要做这些。重点是各位看起来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能够看到这部经而愿意相信的就很少啊，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愿。多去推祈愿，防止家群染病，减缓物命伤亡。当然后面写的几个注意事项，大家准备多一点，大家念，大家结缘。所以这几天法会，各位如果有法会或是自己买五色线这个纸，如果多我们印了几万张，大家多去做。那这段时间大家吃素，当然如果能够守斋戒乃至用菩提心，加持力更大。第三，这个法是一个共通的，不需要特别灌顶，每个人都可以做，为了利益众生。但是持咒前有一个正确的身心啊，端正身心，沐浴净口。那当然有喜欢做烟供的，这段时间你要怕这个，你就可以念除，点个除障香消除。好，那现在发一本莲师预言警示函，赶快发给各位，我们借这个机会念完，我们要回向。对不起，今天拖了一点时间。那走的时候，他们有准备一些结缘品，结缘品有面包，有橘子，有矿泉水，有贴纸，是吧？有红包，没有钱的，没装钱的红包，一枚蛋糕，没有蛋的蛋糕，就这样一盘，好吗？好，各位拿到了吗？来，一心祈请莲花生大师。好，我们一起念，来，祈诚诸佛威力故，现今获此短暂安乐时，身中活佛汲汲于明文，云游四方七蒙诸信士，处心受取他人资财施密语，广蓄私产不作佛事供，身众不诵经文，贪于歌舞伎乐，不施众善摩律汲取他方财，不着身服改着汉地轻便装，泥施毁事破戒无禅舍，蒙昧自心伪作护戒相，
勿修诸善，勤点胭脂妆。哇，还有翻过后面也有哎，来，女众两舌离间夫妻和，忤逆父母屈于家门外，自领兄弟戏强争。造诸无过，不起惭愧心，尽心逆伦不尽行，所作违逆淫魔入身，借助鬼神力沾溺赌博中，一念吸烟鬼神故离隐，杯中嗜酒手护善神闭门外，以此缘由魔众炽盛吸欲，以土蒲年各方戒欲邪魔障难不偏现，佛陀法教持欲衰为竭，佛像法本法器沦落市井为商品，招感罪罚疾病重生成为害，家传稀珍宝物外遇做交易，家持见识地水灾难兴，烂垦水源荒地降雹雷鼓赤电成灾，砍伐林木遭致荒井年，盗贼四起衍生积贫其实者，陷溺赌博运势皆消散，吸烟成瘾善神护法渐远离，饮酒过量短寿多病苦，皆诸末劫有情重，当前短促易乐时，谨记业与因果相联系，定时客送莫忘众善马。觉察警醒法教见失迹，自当严守戒律诸威仪，假如鬼魔入侵心害意，且对莲师尊前一念起，当知虎年邪魔投身藏地后，伴着咕噜昼夜勤持诵，铁笼黏魔纵入水域，水灾地崩恼害众人命，铁蛇黏魔纵入风雷霜暴，殃及众生遭逆苦困厄，水阳年多有疫情传染流布，酒食过多者因脑血管疾病死，嗜好赌行者因为疾死，恶因咽喉死，吸烟过量者因肺病死，食啖串者梦魇脑乱死，猎杀受畜者肝肠病死，造作诸业者悉得种种苦病死，目击年佛教视为净灭师，鬼魔众等亦宜心加害，土牛年世界刀兵起，众等多于烽火伤黄泉，轮回体相不见说分明，若意转此二世成净刹，当常意念祈请莲师尊，伴着咕噜昼夜勤持诵，若不称信诸业及业果，奉行莲师本尊谕，不昧因果习舍行，妄语二世愿力当断除，且当信奉此信谕，若复有人如是行，着是所有冰结亦病习，安住利乐圆满世界中，若复有人身心奉此函，抄写敬诵转一遍，现世灾病刀兵皆平息，当来招感即灵刹，屋间狱内莲师心中言语，请就耳闻
回得来销毁。